王力宏贱卖肉，摸一把100块。哎呀，这什么场合让力宏哥哥唱着奇幻的法文？因为太奇幻了，再听一段好不好？呵啦，知道你很有才华的了。原来是力宏哥哥代言 GPS 定位表，呈现绕着地球跑好比跑到法国也能轻松校时的状况剧了。你看空姐问他几点，他就把正确时刻写在人家手腕上。耶、yeah, 现在2点。力宏啊，他也提及了最近拍新片非常幸运，哎呀漏了2点。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个运动选手，自己无论是周末的演唱会也好，或者是非周末的拍戏，因为我最近在演的角色也是要体力很好，有很多动作，有很多武打的动作，所以就必须要保持这个状态，常常上健身房。要摸吗？要吗？没有。摸一次要100块台币。没问题。谈到了夜宴好友林书豪，他则说书也念得很好，球也打得很好，然后最主要是他的人，他的人品啊，他的人格，我觉得书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苹果娱乐新闻后来都是榜样不倒。